能找的我都给你找了。啊、哦，这么多啊？嗯。你复印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发现呢？我都是让实习生菜菜去复印的。要是让公司知道，这不仅是要掉饭碗的事啊！哎，哪有那么严重啊？那这样说的话，样样都是机密，哪有那么多机密啊？嗯，再说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想要什么找不到啊？嗯，我跟你说，唐晶这次啊，动作挺大的。怎么说？他强行从贺涵手里拿走了安琪儿的项目。安吉尔可不是好搞的，嗯，就算贺涵出马也不一定搞得定的呀。所以啊，他是冲着贺涵去的，他就是想做的比贺涵漂亮。我就真不明白了，你说这个女人挺聪明的，她就想不明白吗？那就算她在工作上压倒贺涵又怎么样啊？啊、嗯，就报了十年不娶的仇了，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好不好？嗯，这些都是谁做的？唐晶自己做的，他自己做的，可能就是因为你走了以后，他不信任我们呗，怕我们在里面捣浆糊。这个女人啊，真的就是一个疑心病特别重的工作狂。这么多，熬一个通宵可以，他以后准备一直自己做了，他就不怕忙中出错吗？哎，我倒是希望他出几次错，出错出多了，就可以把你请回来了。说的也是，谢谢你啊，客气。哎，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找我啊。哎呀，你是知道的，我是想把唐晶弄走，帮你回来的。小董，嗯，人家都说人一煮茶就凉。谢谢你啊。哎呀，你神经病吗？说什么呢？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了，应该的。家里那么多事情，本来我是想晚几天来找你，没想到你比我心还急。一鼓作气嘛。你看啊，嗯，这我是让人家给女师弟拍摄的，什么处理都没做过的，嗯，所见即是所得，你不要到时候说好道好的，说我骗你啊。操场，嗯，嗯。还有什么问题啊？至少学校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嗯。还有什么其他不放心的？你尽管问。我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都不用给我看照片，你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那下周一我就跟你一块儿走了。下周一？嗯。你是不是也太急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叫人家晚几天呢。这么大的事情，子君，还以为你会要个十天半个月整理处理这里的事情啊。先搬过去再说嘛。好，其实越拖延越犹豫，三思而后不行的人我可是见多了。你这样好，不给自己拖延和再选择的事情，那我就给你订票了啊。嗯，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谢谢明思无给我再跟你工作的机会。我以为外面的门是关着的。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谢谢你去看她，没想到你会去看她。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是要去你家吃饭的。薛阿姨也算是我的家人，应该去的。
我要跟 Miss 吴去广东做一个项目，下周一就走了。工作上的事，跟着 Miss 吴肯定是好的。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我想，反正要走了，应该过来给你告个别。那就再见了，一切顺利。唐姐，你去广东，希望只是因为你自己，你觉得值得。不要是为了其他任何人，至少不要是为了我。你不欠我什么。我帮过你不少，在学校的时候你也帮过我。如果你觉得因为对我有愧疚而把自己放到那么远，那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与我无关。我不会因此而更憎恨你，或者更原谅你。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值得去大力维护的东西，可以是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人。我是为了我自己走的，因为我觉得值得走这么远。唐晶，谢谢你，我走了。希望你能留下来。你知道这不可能的。是，我知道你不会答应，但我还是必须把我心里怎么想的告诉你。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克制自己，成全别人，要说别人喜欢听的话，要做不为难别人的事情，唯独不能坦白直接自己的心意。但事实是，我们要告诉对方，告诉自己在意的人，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自己最真实的心意和心愿是什么，这才是应该我们做的事情。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所以才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我不希望因为我今天所谓的克制，等到某一天你想回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足够的理由。所以子君，你听着，我爱你，除了你，我不会娶其他任何女人。你可以走，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只要你想回来，任何时候我都会在这儿等着你。只要我还有清醒的意识，我都会拿我所有迎娶你，和你一起度过我们的后半生。谢谢你，何涵，谢谢你对我说的这些话，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说我们要坦白直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爱你，你太好了。
以至于我可能不会再喜欢上别的男人的。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是我以为这就是我前半生的结局了，而且还是一个不太坏的结局。至少我放下了我的自卑、自责、愧疚和恐惧，对贺涵也对自己说了真话。当你知道你爱的人也爱着你，对于一份感情来说已经足够圆满了。怎么了？我知道你要做业绩，要超过我，但是你这么做太冒失了，是要出问题的。你不能一边手头上做着安琪儿的案子，一边又去跟他竞争品牌的总监谈合作。那是我的朋友。安琪儿不管是不是你的朋友，一旦传出去，只会引起他们对陈星对你的不信任。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懂的。如果他们对我这么不愿意信任的话，他们可以在半年合同到期以后换一家公司合作。我们也不是必须要跟他们合作不可。国产品牌退守二三线城市已成必然趋势，我就算拼尽全力，也就能保他们两三年。那也不能丢掉诚信。谭宁，不管在哪家公司，我们的品牌是诚信，不是光看客户一年给了我们多少钱。你知道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让我们每一个客户对于我们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这一点深信不疑吗？你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忠实、诚信、你的努力，你这么多年不就是以不择手段在这个圈子里出名的吗？没错，对对手不择手段就是对我客户最大的诚信和忠实。我过去的客户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约他见面不可以吗？不可以，起码现阶段不可以。工作是工作，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你难道没有把工作和私人关系混为一谈的时候吗？谭姐，我是为你好，可是我想比你更好。我只有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也许有一天我才能看清楚，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好。从贺涵负责安琪儿开始，具体执行交接的就是我。我了解安琪儿，他们是一个极其谨慎甚至有一些多疑的团队。我觉得贺涵的提醒应该接受。我有我的做法，除非你换去别的做。走了。并不是离开了贺涵我们就不能做到更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只有一条最好的路。你这是跟何涵，也跟自己较劲。都是夏天嘛，可以这么说。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吃冰淇淋，每天都可以游泳。但是那里的人讲话我听不懂怎么办呀？对于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最多三个月就听懂了，时间再长一点，你都能说广东话了。一定要去吗？妈妈很希望你跟我一起去，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跟爸爸住在一起了。我当然想跟妈妈在一起。对不起儿子，要让你跟着妈妈离开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学习还有生活。不过呢，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你现在多去一些地方，将来长大了以后你就会比别的小朋友有更宽广的见识。新的学校，那新的学校别人不认识我怎么办？所有的朋友都是先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呀。你和唐静阿姨和韩叔叔以前都不认识？当然了。来吃吧。爸爸。开了个会，跟学校的说好了。说好了，有些手续来不及办，等我过去安顿好了再回来补办吧。你准备好了吗？试试呗。试试呗。你会来深圳看我们吗？当然会啊。先生，这是您的水。谢谢。小心烫，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我觉得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别是因为妈突然间离开。这是一个原因，妈如果在我也不会走，还有别的原因。我能够去那里玩一会儿吗？可以，但要让我们看见你啊。好。跟他们说了吗？说了。何涵没留你。他尊重我的选择。唐晶呢？跟以前一样，换作是我也不可能就这样不计前嫌了。所以我觉得只有我跟着吴大娘离开这里，才能让他相信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说不定两个人还有修复的可能。当然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就管好自己就行了。吴大娘是个好 mentor， 我都可以看见我的光明前景。哎，就是觉着我应该跟你何涵唐晶说句对不起。你说之前要不是我的问题，之后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麻烦事。不光是有苦有麻烦事儿，还有很多好的东西呢。我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当初帮忙抛弃我，我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干这么多事儿，生活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哪怕是我现在一无所有的一身麻烦地站在这里，即便是我被动也好主动也好必须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我仍然觉得好过过去那些浑浑噩噩当陈太太的日子。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上海吧，这样也算给我个机会弥补你跟平儿。虽然你说无所谓都过去了，但是我心里边的愧疚真是越来越深。那要这样的话，你以后不是又要对现在的家庭愧疚了吗？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我爱何涵，很多女人都爱她，但是我选择放在心里。
Didn't know you would be here. Guess you thought that I knew. 我不再爱你了，一点点也没有。否则，我不会跟你坦诚地坐在这儿聊这些。Feel my heart tear in two. 不管将来你和平儿怎么样，我对你们的愧疚和责任，我一直都在。And I'm left here now wondering just how could this seem so real? 怎么样，平儿，都收拾好了吗？哎呀，这个箱子太小了，你看还有这么多没装上呢。嗯，都放到妈妈那儿去，妈妈那边有地方。好呀。小心点啊。对孩子来说，生活里都是加法，越多越好。对大人来说，该做的却是减法。以为舍不得的，狠心的回头走掉，很可能后来发现，也没有那么非谁不可。在电脑边上呢，你赶紧看一下行业论坛，进去下面第二条，你看一下，说的是唐静吗？会是我们这件事情吗？不至于那么大吧？哦，他回来了，我给你找点。回来了？还没回来。哦，对了，我想跟你说件事情。啊，那个，平儿不是要跟着去广东吗？我买了一些夏天的衣服，到时候礼拜一给她送过去啊。哦，还是你想的周到。哦，对了，他们不是要搬走了吗？这样的话，房子就空下来了。我在想，既然空了，还不如把它租了，这样的话还能顶一个月的月供，你说呢？等他们走了再说吧。哦，好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完全都给 BOP 总监，我只是拿了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布局计划漏给他。我发誓那些成本数据我绝对没有给他们，毕竟我也是诚心的人，诚心对我是不错的，我不可能这么黑公司啊。你给人家一些重庆苏州要开新店的这种信息有什么用啊？你要给唐晶扣上泄密的帽子，所以你泄露的肯定是机密啊。什么是机密？成本数据是机密。你把安姐的成本数据给了 BOP？ BOP 是安吉尔最大的竞争对手，唐晶在没有来晨星负责安吉尔这个项目之前，他跟 BOP 的总监私下里关系很好，前几天还有人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吃饭呢。安吉尔今天早上派人来公司问责了，他们咬死唐晶是双面收钱，出卖数据。小董，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一下？万一查到我们怎么办呢？这是泄露客户的机密，要闯大祸的呀。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查到你？你都已经不在公司了。
哎，你忘了？你忘了唐静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赶走的？公司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你，也就是我吧，心慈手软，还不如什么都不做。我也就不说了，那你怎么办？你可是还在公司哦。你放心吧，这点我早就考虑到了，所以我才会让菜菜去复印的。而且啊，那个复印室我最近连踏都没有踏进去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我的。哎呀，我得回公司了，十点全体大会，看来是东窗事发了。好，我走了啊，有什么新的进展咱们再联系。我觉得咱们最近还是少联系比较好，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可吃不了兜着走。不会的，走了。安琪儿公司的人刚刚离开，他们怎么说？他们要求彻查数据泄露的原因和途径。在此期间，要您听时检讨。我什么也没做。我当然相信你没问题，但现在我们是要让其他人相信。让董事会，让安琪儿，让同行业的其他人相信你，相信陈星。董事会要求一个星期之内必须查清究竟是在谁的手上出了问题。所有经手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要问一遍，还有数据分析组的人也有可能。谭宁，我觉得眼下你最好去向对方道个歉。我为什么要道歉？信息不是我泄露的。如果真的是我想出卖安琪儿，这一点成本数据算什么？我大可以把更重要的内容透露个 POP。 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不要让你跟 BOP 的任何人去接触。一旦被人看到了，只要安琪儿出了事儿，就会被好事之徒算在你头上，你明白了吗？我自己去找安琪儿。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他们不可以往我头上扣这种帽子。我去。你听着，从现在开始，我来面对安琪儿，你来查清那个。什么事儿？说吧，是不是有其他公司又来落井下石了？有几个客户提出要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由你或者别人接手，还有一个已经走合同的客户提出要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签字。我现在马上去的安琪儿，唐静，你负责彻查经手主管，金生负责数据分析组和其他支持辅助部门。还是我去吧。现在听我的，照我说的做。还有什么事儿吗？子君走，你不去送送？送了也是徒增烦恼。更何况，他只是去广东，真要想见，两个多小时就飞到了。我以为你会尽力挽留他呢。
我想，他是想好了非走不可。你不去送吗？我本来要去的，但公司这么多事情，我想我还是留下吧。看我大姐。放心。大概一个小时到机场吧。公司上上下下因为安吉尔的事情已经乱套了，我恐怕没法去机场送他们了。哦，那我和嘉青送皮儿去机场啊。啊，你把平儿交给子君就好了，我也打电话跟他说一声。哦，好的。那个唐晶的事情怎么样了？事情搞得很大吗？没那么严重吧？看着是小事儿，但是现在不仅影响了唐晶的声誉，还有可能把陈星拖下水。超过一半的客户都来打听消息，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任正在丧失。这是唐晶的事情，关陈星什么事儿啊？回去再说吧，当务之急先找出是谁抖了那些文件，把作奸犯科的人揪出来，还公司和唐晶一个清白。我先挂了啊。林林阿姨，嗯，是不是爸爸不能送我和妈妈了？嗯，爸爸有急事儿。是唐晶阿姨有紧急情况吧？你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啊。店里忙得走不开，怎么又来了？再忙我也要送你的呀。哎，那个谁没来？谁啊？贺涵啊。本来就不该他来，就该你来的。你们真的分了？你够狠的。妈生病那两天我都看出来了，她特别喜欢你。好了好了，白光呢？哎，不知道，没联系。你怎么了？白光也好，阿辉也好，我都不想管了。我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养我跟儿子，我已经想清楚了，谁要是想占我便宜，我就让他滚蛋。你说妈给我留那个钱，是不是就这个暗示？什么暗示？就是明示。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想好了，不出3到5年，我就把妈给我的30几万翻好几番，到时候开个连锁店，你在广东也能吃到我的馄饨了。我等着啊。好几天没看见你，又长高了是吧？嗯，越长越像妈妈，好看。这是罗子群吧？我妹妹来送我啊。爸爸呢？秦女生公司里面突然有点急事，就来不了了。啊，行李呢？已经托运掉了。啊，那我们进去吧。跟阿姨跟嘉青再见。唐晶阿姨的紧急情况处理完了吗？什么紧急情况啊？爸爸没来，就是给唐晶阿姨去处理紧急情况去了。俊生在电话里没跟你说过吗？没有。唐总他在工作上出了点问题，陈俊生没来就在帮他处理问题呢。什么问题啊？具体情况我也不太知道，毕竟我已经离开陈星了。不过也不关你什么事吧，你管你走好了。Miss 我没来吗？哦，他一般都要卡着点来的，没那么早。那我们就先进去了。哎，好。跟嘉青再见，跟阿姨再见。嗯，走了。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我们到那儿打电话。听话，嗯，拜拜。听话啊，你，拜拜，拜拜。我们在哪个口剪片吧？我们在。打来所有的关心询问，怎么样？查的怎么样了？把员工的邮箱、聊天记录都过滤一遍，没什么可疑的。谁要是想做这种事儿，当然不会用公司的邮件和 IP 发出去。是啊，我们又没办法查人的私人东西。唐总，您看邮件了吗？安切尔公司单方面和我们解除合作了。你干嘛去？谁发的邮件我找谁去。董事会发的。找的就是董事会。他们只是暂时安抚一下安切尔，并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嘛，只是说离职休假了。我不能离职，我也不能休假，我必须在这儿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楚。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双面收钱出卖公司，这让我今后在圈子里怎么立足？以我在陈情多年的经验，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反倒会让你强行停职的。公司还有我，还有贺涵呢吗？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能力，你应该相信贺涵会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好。当然，这要是在以前，我当然会相信他。我认为现在，你依然可以相信他。何涵，不是，我家里边。哎，对不起啊，这来不及送你去机场了。没事儿，又不是去很远的地方。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一问唐晶出什么事儿了。唐晶这回估计是得罪什么人了吧，被人算计了。哎，不过你放心，事情嘛，中国会查清楚的。你是带着孩子呢，先踏踏实实去深圳，到了那儿肯定有挺多事要操心的。你放心吧，唐晶这边抽空再跟你说。好。尊敬的旅客，飞往深圳的航班现在可以登机了，请您抓紧时间登机。妈妈，妈妈，现在可以登机了。哦，我知道了。妈妈再打一个电话。好。喂。喂，菜菜，我是罗子君，你还记得吗？我在晨星的时候，你跟我最友好了。所以我现在要调去广东工作，给你打个招呼，告个别。谢谢你啊。哎，我听说玲玲走了，唐晶来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啊？唐晶这次估计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唐晶怎么了？你快告诉我唐晶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那么紧张呢？听上去安琪儿的数据是我复印的，是小东姐让我去复印的。我不知道她要干嘛。我不知道，那就是安琪儿的东西。妈妈，好了吗？平儿，我们今天可能飞不了了。怎么了？因为唐晶阿姨遇到了麻烦，妈妈得回去帮她的忙。我们现在走好吗？好。